家好，我是你的宝藏姐姐。今天我们要采访的呢，是我们四川知名网红，著名的妖王彤彤。嗨，正常点儿。大家好。哎，彤彤，你拿到美国绿卡多少年了？4年了嘛，9年了。那你一共来了美国多少人？好多次吧。啊，好多次，记不到了。啊，但是我觉得你每次来待的时间并不长哎。我还在待了9年，我喜欢这儿。但是，那你不喜欢这里，拿绿卡干嘛呢？这张绿卡值几十万，我还是不要了呀。你说人家历尽千辛万苦，翻山越岭，走原始森林，来到美国，就为了这张绿卡。你有了绿卡，你却不在美国待着，回中国去待着，你是为啥呢？我也不喜欢洛杉矶。你这不很矛盾吗？你不喜欢，你来拿张绿卡。我要看妈妈，妈妈在这里啊。哦，你妈在这里啊？对啊。那你觉得中国成都好还是洛杉矶好？美国好？成都应该是全球最好的地方。那你说那些人为什么背井离乡的离开家乡跑到美国来呢？就为了这张绿卡，你觉得值得吗？不费了，我不得。